可把狗给累坏了。博主的牧羊犬上午跑到山上追逐狼群，二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。在察觉到自己绝非狼的对手之后，牧羊犬只能寻求突围，在狼群一路围追堵截的情况下，他竟然成功返回。在他的脖颈之处，博主发现了明显的战斗痕迹，很显然狗与狼之间发生过争斗，而且这狗在没有佩戴防狼项圈的情况下还能安然归来，简直堪称奇迹。这让博主不禁想起之前自己的砍高犬与狼战斗的经历，这条砍高犬就在山上至少与三匹狼展开了一场激烈大战，最终满身荣耀得胜而归。那一次博主驾车疾驰，眨眼间就来到村子对面一侧的山上，原来是他正在村口空地放羊的父亲打来电话通知他，在放羊的时候父亲隐约看到有三匹狼朝着博主所在的方位移动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博主立刻带着两条砍高犬风风火火地赶来，意图堵住狼的去路。他推测狼可能会沿着这条山谷朝着山上逃窜，只是不确定狼是否已经途经此处，于是决定带着两条砍高犬下到山谷中探查一番。如果狗在山谷里嗅到狼的气味，那就表明狼已经从这儿经过，要是狗没有任何发现，那就意味着他们此次的堵截行动很有可能会成功。进入山谷之后，博主尽可能地把镜头对准两条狗，毕竟他自己无法从地面获取狼的相关信息，而狗却能够凭借其敏锐的嗅觉和听觉发现狼的踪迹。实际上从博主给出的画面来看，狗似乎有所察觉，正不停地嗅着空气中飘来的气味。博主说道，我的狗开始在这儿巡视了，我真心希望狼还没从这儿离开。山谷可是狼经常出没的地方，天热的时候它们就会到这儿来喝水，今天它们一直在村子对面的山上企图袭击我父亲的羊群，可我现在完全不知道狼群的具体位置，它们也许已经翻越了对面的山脊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和我的狗在这儿可能就白忙活一场了。博主在山谷里守候了好一阵子，却没有发现狼的任何蛛丝马迹。他的村子就在对面山脚下，接到父亲电话的时候，他正在犬舍喂狗呢。就这样又过了许久，就在博主打算打道回府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就在刚才，对面山上自己的一条砍高犬正在追逐狼，狗撵着狼翻过山脊后就消失在山的后面了。由于是面对狼群，博主不敢掉以轻心，马上驾车前去支援自己的狗。和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博主还带上了无人机。50多分钟后，博主驾车赶到了村子斜对面的山上。为了支援自己的狗，他可是长途奔袭。到达之后，博主毫不犹豫地立即放飞无人机，朝着山的更深处探寻。然而，无人机在天空中盘旋了许久，始终未能发现狗的踪迹。在画面里，村子位于中间位置，发现狼的地方在画面最左侧。而博主此时在村子斜对面右侧的位置，他并没有找错地方，因为狗追着狼最终都会回到这儿。这座山是狼的领地，翻过山之后便是一座城市，至于这座城市叫什么名字，博主并没有提及。关于这座山，今年春季的时候，博主就多次发现狼群在此出没，有时候他们会下山到城市周边去碰碰运气，有时候也会跑到博主所在的村子袭击家人。就这样，博主的无人机一直在天空中盘旋，可依旧没有发现狗的踪迹。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，父亲的电话打来了，原来狗已经回去了。现在画面中的场景是博主的父亲拍摄的，只见狗子带着伤躺在犬舍里，但精神状态还不错，显然是和狼群大战了一场。而现在这个画面则是博主回家后自己拍摄的，狗子负伤却荣耀归来。他能够活着回来，毫无疑问是战胜了狼群，否则狼群是不会轻易放他离开的。博主也分析了此次事件的经过，他认为狗应该是在翻过山脊不久后就和狼群展开了战斗，而他自己因为误判了形势，以为狼不会停下来，结果绕了很远的路来到山上，不仅一无所获，还错过了砍高犬和狼战斗的精彩画面。再把思绪拉回到这天早晨，看看这条被累坏的狗狗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当时博主正在山上放羊，忽然间发觉自己的一只羊不知何时被狼群捕杀，
狼几乎将羊的整个身体都啃食殆尽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，博主一行人便只能赶着羊群朝着视野更为开阔的区域转移。毕竟狼有可能是被牧羊犬驱赶走的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再次折返，而在视野开阔的地方，他们能够提前觉察到靠近的危险。画面转瞬来到中午时分，狼果然再次现身，它出现在一处山头，眼睛紧紧盯着正在山脚下吃草的羊群。然而羊群并没有察觉到狼的出现，好在这一幕被牧羊人发现并用手机记录了下来。或许是察觉到自己的行踪已然暴露，狼没过多久便选择了撤离。狼离开之后，羊群这才像是刚刚反应过来山上存在危险，开始慌乱地四处移动。没过多久，狗便发现了狼的踪迹，三条牧羊犬迅速朝着狼追了过去。只是遗憾的是，博主是匆忙之间用手机拍摄的，画面质量相当模糊，不过在半山腰的位置还是能够依稀看到狼的身影。狼察觉到狗追过来之后，选择朝着更远处逃窜。狗去追狼了，牧羊人根本无法徒步追上他们，而且身后还有羊群需要保护，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目送狗群远去。不多时，有两条狗返回了，他们可能并没有追上狼，反而是视频开头提到的那条狗一直不见踪影。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博主一直在等待这条消失的狗归来。这样的等待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之后，博主决定先把羊群赶回家，然后再到狗消失的方向去寻找它。不过就在博主第二次检查羊圈的时候，忽然发现那条追狼消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牧羊犬回来了。这狗应该是刚刚回来，还在不停地喘着粗气。很明显，狗的归来之路必定充满坎坷，狼很可能一直在后面紧追不舍，直到靠近人类活动区域，狼才被迫放弃追赶。并且狗和狼之间确实发生过打斗，虽然没有视频画面记录，但从狗身上的伤口就能判断出来，而且它还打输了，这从狗子一脸委屈的模样就能看出来。不过在没有佩戴防狼项圈的情况下，它还能活着回来，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，毕竟在整个过程中狗一直处于劣势。实际上它面对的也有可能是一个狼群，因为狼通常是群体行动的。狗在察觉到自己不是狼的对手之后，便选择了撤离。至于它是如何突破狼群的围追堵截而平安归来的，我们就只能自行脑补了。不过从狗脸上的伤痕来看，这条狗或许也不是好惹的，在与狼的搏斗当中，狼可能也吃了不小的亏，虽然他们心有不甘，但最终还是让狗突破了他们的包围圈，安全地回来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此类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，在此深表感谢。我是探长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